再过半张两页就是公园的，委托会民众参前来感受到公园的气氛。台中市东势区公所同云林县仑北乡公所期盼的新春下台式送春联的发通，有请的建筑师傅家来写春联，送本民众和本民众参前来感受公园的气氛。吉祥如意，好心水啊！好了，迎春纳福。西林门，一大早民众前往迎风，那代表东势区公所挑选梁淑芳大叔现场写的春联。这是用现场用写的，哦，因我拜托初届吼，其中用字来安尼。哦，嘿嘿，哦，你看起来看，较有较古早味啊。那下不是一久了，差不多五分钟自己付的了。哦，还有因的乡亲各要求哈。啊，下春啦、啊，下福啦、啊，下慢啦、啊，该单独的，该就该黑，该就黑啦，吼、哦。东势区公所讲，去年人文一庆，除小现场写春联，改用发送的方式送春联。今年对民众现场也深深相分别，提出相同的春联。那今年因为疫情比较趋缓的情况下呢，我们恢复以往的现场挥毫，方便民众呢就家里市农工商的需求来跟大师们讨论以后，写出他们需要、他们满意的春联。跳，学好孔孟。仑北乡公所嘛，强书法太书了写情人，就民众的诉求写适合的情人。我还有另外拿别的春联用，我要贴那个神明厅，还有家里的大厅这样子。老师现写，我觉得我很喜欢。如书法神神突然弄了写情人的书，自动记得头脑内底，随时都袂容易写。我突然弄到，即乡公所正重视即书法即。语文文化，嘿，像我吼，我那么因为我读一间教授经验嘛，所以讲吼，我来读起来啊，文字吼，我拢记在在我的头壳里面啦。彩天书法家写情人，写心情吉祥好处，台顶民众提出感受人节的气氛。记者蔡如琼台中分林报道。